但其实我们刚刚注意到这个剧是应该是年度大爆剧之一的《小别离》，里面有很多年轻的演员，现在都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演艺圈里面非常重要的力量。哇，都是小孩时候，我就看到右边中间，我就知道他是千玺哦。左中是赵今麦，中间的中张子枫。张子枫小时候长得好漂亮、啊、嗯，好漂亮，很乖啊。嗯，左下是王源啊，这都能认。王源有点不太像啊、哦。最上面中间的王俊凯，这边张艺兴，是是是是是是。右上角是吴磊，吴磊真的好像，吴磊简直，好像是等比长大的。第五轮限定联名主题表演的下半场现在继续。是写不出你要的爱爱，机器要计划一股船分了天空下，在这狂野里你是没有认真在听。韩韵和两位师弟熟悉吗？韩韵甚至不知道我是智商励合的。我之前有一个女朋友是哎、啊、剪掉剪掉啊，我有一个朋友说她出门倒垃圾也要化妆，这个东西怎么理解？转角也会遇到爱啊。好、哦，因为每一次出门都非常重要，你永远不知道会碰到谁。对，我有几次就是好死不死没有打扮。你学到嘞？我是这样的，我没有学，我以前就会。我聊哪儿去了？你这么会还会分手？我只是目前单身啊。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限定联名。我怎么变这样？把你想，我对你爱，来不及为爱情。我来中国之前，我已经知道铁老师。我是你刚刚到中国就知道你了。你是知道环姐是吗？当然，你看看台本吧。我感觉他们很配。这俩真的磕拉了我。这次同意的举手。什么事啊？我也没听着，我就先举手了。两位这次合作跟第一次感受什么不一样？腻了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左脸组合这么有趣的一个名字是？我会强烈要求左边，就导致我只能拍右边。你更喜欢你的哪边脸？我都没没有这个烦恼，都好看。对，那胡夏，你暗恋的人是左脸好看还是右脸好看？360度无死角。昨夜雨疏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，试问眷恋人却道还藏依旧，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。太好听了，知否、听过吗？萧敬腾老师的。试问眷恋却道还藏依旧，知否知否，做个好汉子，做个好汉子。你怎么呢？哈听说有一次接到了一位歌手喝醉了以后给你打的电话。没有，没接到，没有手机，没有微信。哦，毛毛给依纯打电话、毛毛喝醉了给依纯打电话。哇，这是我们能听的吗？感觉好刺激哦。什么说什么了？说什么了？有一天我晚上喝了一些酒，这好吗？我自己在这讲。不是，他先给我发的微信，当时是、然后当时我想找人聊天，我就一个电话给拨过去了。我记得当时是我跟马老师说，我说我觉得自己没有朋友。对，我说我觉得自己就是身边朋友很少，然后我就说就是如果说有机会，就是我们可以在北京可以一起那个聚一聚嘛。对对对，然后对，然后就打电话了、对，然后我的第一反应是他是不是这个微信被他的经纪人控制了。我就想说你是本人吗？然后就回了一个他
反复跟我确认你是本人吗？你旁边有没有别的人？其中是分享了大家在北京的一些北漂的生活故事，这种分享了一些观点，对，观点、音乐上的观点。二位其实之前已经有过一个小小的交集和渊源了，你们都曾经在舞台上面演唱过同一首歌曲，爱乐之城的主题曲。你们现在能否当场合作一下 City of Star？ 可以吗？啊，可以。City of Stars,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? City of Stars, there's so much that I can't see.Who knows? I felt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 I shared with you. That now our dreams may finally come true. 好听，笑场了啊！啊！你唱得太好、oh、你看人家自信点，他唱得也很好的，你很好，你的声音出来就很低沉，然后就很 sexy 很性感。我是周杰伦铁粉，因为我不瞒大家说，就是过几天我要去到海口，我去兑现我的青春。好 ，Gary， 帮我点一位歌迷朋友。哦，第二排的是吧？第二排这位。对。杰伦老师，我是你20多年来的歌迷。哇，他哭了。不要哭。这个的真的是非常感动，有这样的歌迷支持。点歌，点歌，点歌，点歌。想要点什么歌曲送给所有的朋友？老师，我要点《回到过去》。想看你看的世界，想在你梦的画面，只要靠在一起就能感觉甜蜜，想回到过去。哎呦，不错哦。在演这个电影的时候，是不是像周星驰导演，他会在这个指导过程当中起到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作用？有的时候，也没有太多指导，因为他是非常懂得在拍摄生活当中每一分每一秒跟我的那个相处，让我慢慢的不知不觉的都已经投入在剧本里面，但是我也没发现。不是那种在现场要教你怎么去演的那种？没有，因为他现场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拍什么。我是从来没有在现场得到过剧本然后台词。那怎么去推进啊？就是那么开始那一秒他感觉到了，他就确定了，真的很仔细的什么都没有。